欺负人这件事情，再平凡不过的人都做得出来。好事都轮不到你，坏事都是你的份啊。至少跟你们在一起不用一直看这个，好不好？向维乔是被人害死。你做了这么多，我到底怎么那么多？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上周为大家分享了台北电影节的策展理念，本周很荣幸我们邀请到两位优秀的演员来到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东明相。东明相你好。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东明相这次在回光奏鸣曲里面有很惊人的演出，我们等一下请你分享。那第二位是我们就是年纪轻轻但是演出资历非常丰富的温真菱。真菱你好。大家好。真菱这次就是在北影的作品有两支，就是回光奏鸣曲跟共犯，其实这两部片都进入了我们国际青年导演的竞赛单元，非常优秀。那首先我想要请就是东明相先帮我们讲一下回光奏鸣曲的这个角色好不好，因为跟你过去演的练习曲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动一个是静，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回光奏鸣曲的故事还有你这是演出的角色？基本上练习曲它是一个正面阳光带动梦想，那这次的回光奏鸣曲我这次在里面的是在讲一个故事，它是说一个中年的女生她面临到更年期，然后就空巢期的时候，因为她的老公长期在大陆工作，而没有不怎么回家，那她的女儿就是她在演女儿，也是准备要上大学，要准备你上台北念书，然后呢我就是在病房里面当一个不能动的病患，刚好他也是要照顾伯伯的时候，才发现我在旁边，这个时候的这个过程，那因为他面临到很多人觉得他不被照顾不被关怀，同时也需要被爱的那个感觉，就是跟我有同样的状况，那他跟我之间的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不一样的感觉，同时就在这个片子里找到了一个他有一种被爱的感觉跟被在乎的那个氛围在里头，所以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对，刚刚东明相讲就是演这个中年妇女的这个角色的是我们的陈香琪，就是她在片子里面也是有非常惊人的演出，但是东明相的部分你完全就是被绑在床上对不对，从头到尾就是成为一个就是手脚都被绑住，然后眼睛也被遮住，对，所以要怎么样就是演这个角色一定是挑战非常的大，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你怎么样来诠释这个角色？因为在当初在接到那个脚本的时候我有矛盾，我到底要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因为他对我来讲挑战非常的大，对，因为他本身都不能动，然后眼睛也被绑住，应该去讲全身感官去的这个方面全部都被切断了，截断的时候要怎么去跟外界去达到一个沟通的帮助呢？那我的做法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会有一个灵魂，那通过自己内心去跟灵魂沟通，去呈现在我身体上被绑住的那个呼纳，需要告诉自己说就算我不能动，可是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跟别人找到一个
沟通上的一个状况，这段你被看不到的时候，这段你听不到的时候，这段你全部都被绑住的时候，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灵魂上的一个沟通中可以看到的，这是一个很缜密的，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特别的经验。东明像刚刚也把自己定义，你不觉得自己是艺人对不对？你是艺术家倾向的艺人，所以你刚刚说就是其实对艺术家创作的这一块，其实跟你这次饰演的角色是有很大的默契，对不对？都必须是要运用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够完成的。怎么样运用想象力来演这个角色的？讲像是要通过还蛮多种丰富的讲像。那当我看到了某一个人躺在病患的时候，如果是我要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所以我只要去下很大的功夫去做基本的功课，那去不断的思考，如果有一天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要用怎么样去呈现出来呢？讲这样真的是一个很丰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它不单是影响到我自己针对去一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我领悟到了什么，真的要靠讲讲去表现出来。但我不敢说它是好还是坏，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它是绝对的，也没有说是不对的，它就是一种当下的真情去呈现出来的一个模式。那个模式你不要去讲它是好还是不好，它就是当下的真情来决定了你的那一个点。对，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对，就是每个人个人的想象力跟诠释能力也不一样。那回光奏鸣曲是我们蓝色大门的摄影师钱翔他的首部的剧情长片呢，东明像这次跟钱翔导演合作的状况怎么样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蛮怕的，因为没有认识过没有当面的去沟通，那我也带着一个忐忑的心，那去跟导演碰面，才发现，其实前导演他本身就是蛮会讲故事的，他会用引导的方式，让我去完完全全的可以接受，可以达到一个那个点都对了，可以达到一个让我们双方都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一下，去达到了一个就是共识，对共识，对，所以我这一点还蛮放心的，蛮放心，对，就是发现到说原来我们可以这样玩。那一个是在这样的通过导演的方式来看我们的演员，那个火花是在点出来的那个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引导的方式，让我完全可以放心的交给导演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钱翔导演他身为摄影师，不只是构图好看漂亮精准，他也是很会就是引导演员的怎么样入戏，怎么样就是演出大家共同可以就是有共识的一个呈现方式。对，现在还在努力中，因为成功在我身上还看不到，也许还要很长很长，但我不怕挫折，成功的背后就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挫折，才会让自己壮大起来，那这个就是我目前还在努力中。